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讲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嘛高赞。主日的一早起，和咱大家做伙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。耶稣回答讲：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最上帝一工。我相信真侪人心目中上理想的工作，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，位高权大责任轻。我想来想去，干那亚当伫伊甸园内面的工作，才会当符合到这个条件。论薪水，规个伊甸园的资源拢总是伊的；论工作量，伊干那伫内面享受上帝所赏赐和伊的一切，永远无代志，就干那甲动物和命了了。论通勤，伊就住伫伊甸园的内面；论官位，伊是伫上帝下面，伫所有动物的顶面；论责任，是上帝的恩赐，上帝的创造，伊干那负责最上帝吩咐伊所做的。管理看守的工作，当时阿东应该是全世界上快乐、上享受的人。重点是因为伊有一个真好的头家，就是上帝。上帝赐予伊手顶面所有的工作，邀请伊甲伊做伙同工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人伫这个环境中间，犹原无知足。当阿东犯罪堕落了后，离开伊甸园，伊换了另外一个非常歹的头家，叫做撒旦。伊的工作对着安尼，就真侪咒诅甲痛苦。伊甲伊世世代代的子孙，拢真侪撒旦的奴仆，一世人最苦工，真正是做一行怨一行。上帝起初创造工作是美好的，是祝福。但是当人伫中间来反叛，并且来对落犯罪了后，受得就真正找到合法并且攻击的权利，互咱会当老干才会当食啉得着吧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需要伫人生的道路中间，搁做一个选择。你继续要互撒旦伫咱的活命中间来管理着咱，还是互上帝今仔日？真多咱的头家，虽然咱的生活中间有真侪的挣扎、压力甲挫折，咱要脱离到这款的痛苦的方法，就是拼命的工作，但是唔通袂记真。耶稣讲：“我稳定教养人民，我定当是轻省的。凡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会当到我面前来，我要让你得安息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主日咱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会享受伊所享受的安息吧。好，咱伫这段圣经中间讲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就是做上帝的工。你有相信耶稣吗？请咱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会当来甲你三度清楚明白，你是阮天里的爸，并且互阮的人生会当搁再一遍重新回到你创造时的美好，帮助着阮有你遐来开来智慧来面对着人生中间的一切，并且享受对你遐来含有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甲你的一家。